念诗给老太太听。据说诗人白居易每写好一首诗，总要拿着诗稿朗读给邻近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听。当白居易问老太太，您听得懂吗？老太太说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这首诗才算是完成了。只要老太太有听不懂的，白居易就会再做修改，直到老太太听懂为止。以这种方式作诗，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因而十分平易浅近，通俗易懂，流传极广，甚至连小孩都能朗朗上口。当时有人批评他的诗俗气，写的是老百姓的事，用的是老百姓的语言，没有文采。对此白居易并不在意，他说，我的诗是写给老百姓看的，如果老百姓看不懂，我又何必写呢？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远方青古道，青翠接荒城，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远方青古道，青翠接荒城，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远方青古道，青翠接荒城，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远方青古道，青翠接荒城，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萋萋满别情。